先吃最方便，解冻之后就可以马上吃了。会崩会买会烧酒三片一样，来两百块落来，搁你阿姨阿公上班啊。来两百块来烧一盘，两百落煮汤煮糜落会使做恁拌，两百块袂晓了。哎呦，三片啊呢，不是两片啊呢。来两百拢完吼，好，谢谢。来土托鱼来，特别食小羹啊，个凤姐呢哈，今仔小羹无介济啊呢啊，哦，水无，你看看，你慢看细个底啊呢，拢无多空呢。这一个来袂用百五六啊呢，进托托无迄落俗个呢，足水个仔啊，卡爱托托，人要煎个来五百块啊，一个人拿1、2、3、4片回去用煎的，来三个人给新友带领来，三个客人来。一人买一份啊，来500片，来四啊500片，来300二，300块来，这样可以一半来，一片不到80块了。你哪有咧买鱼啊？你就知影托托安尼就是了钱。来300块，三个客人而已，不多余了。这正的，这不是咸的，这是正的啊。来闻一下吧。来300块来，最后两位了，来大姐要吗？来最后一位土托鱼，来300块来托托。最后一个人，结果人无看到无，拢完全无多空看好。不足饱的，这一杯500、500、600的钱，加袂你300，你买袂啊？来，大哥要赶快，来300块，还有人没有买账的，你再跟我讲，后面还有。哦，来，阿要吃黄鱼，阿你讲啥？尾鱼下巴。尾鱼下巴，来黄鱼来，快讲啊！今天拢无看到黄鱼，我话有，你睡吧。都杀好了，哦，野生的真空黄鱼，真野生的中，他都杀好了哦。杀好的意思就是删去了，去鳞。去鳃去肚了，你回去不用再麻烦了。你等于就是把刀片退冰水烧啊，细切，啊，就当做红烧咧蒸咧炊啊。安怎做都好食。来，一杯爱500、500粒，两杯给你，三杯给你，四杯给你，600粒。来500粒，有人要吃黄鱼吗？来500块来。我说真的，今天黄鱼我卖便宜一点，你们每个人都买一份回去煎，这野生黄鱼非常好吃，肉超细的。四只500，你买无啊？开始吧，来三百。小姐吃黄鱼300块，七杯再送你，四杯歹听，五杯给你，来300块，要四杯300，两杯，五杯给你啊，来300块，来最后两位黄鱼，野生黄鱼，来300块，真的好吃，你无要吃你个冰的，卖个偷皮头，拢袂歹去，来300块来黄鱼，最后一位，5只300块不会买啊，黄鱼啊，来大姐啊，来300块来，黄鱼变300块，拢有啊吼。来，阿虾子是谁的？来拿给人种，都在你那边的样子。来 ，K 熊虾子给人给他解到多少的？干嘛啊？我来刚起啊，给来300块，最好解的黄鱼，5只500就买不到了，我可卖你300块俩。来，最好解的人给个人买黄鱼哇。拢关你啊，免睇啊呢，等你准备针对他，准备这行收来300，拢话黄鱼阿袂卖呀，到时存只500无人要搞看。来，我一下包500块来。很快啊、哦，谁要回下巴的？你金妹啦，好抓你妹，我记得下巴。我爸我两个而已，你要两份都买吗？两社会啊。我爸好客，对。我妹去，我妹去。好，跟大家再去。没有了，你要干嘛？没有了，回下巴没有了，你不要听我讲回去，回下巴没有了。你都没到呢。听到无？人讲我都未老呢。哎，人讲你都未老呢。黄鱼哦，讲啥？讲比基尼呢？我比基尼还露笑脸吗？黄鱼够吗？我跟你讲，你无买着是无？哦，伊他带这话，伊带这套壳俩个啦。哎，来300块黄鱼来，进来。没有买到黄鱼的动作快哦，来我教你来。刚才你没有买到虾巴，我给你明仔载过来，明仔载过来清楚。啊，够帅的虾巴，哎，买足大块呢。都要几块钱？来黄鱼最后钱300块紧嘞，无买着我等下忙个厉害哦。好，我吃300块，大哥你要吗？直接解冻煎一煎就好了。还好啦，免打哦。你要随你这个吃那多钱？我一看掉。好啦，要多钱？我白给。来，算你讨得鳕鱼下巴来了，最后一箱了哦。鳕鱼，好，乖男无去啊。哇，大个头咧，冷水走无，已经买几箱啊？伊啊，家己买几买几买？买几箱啊？来，伊才大，已经买两份啊。大个才多少买啊？我唔差够几箱啊，几箱够买买好不好？你是不是收皮啊？
今仔日然后出来明仔食个咩？哦，来，我们吃蒜泥下巴来，真的很大块，我多这上大块呀，因为这是一只蒜泥，干那一块尔，所以这吼。即比如即有五十块，就是等于即一箱爱五十只蒜泥甲切落来，一箱若一百块，就等于一百只蒜泥甲切落来。所以即种物件，毋是有钱就买会起来。来，想要食，略吹略蒸。这鳕鱼下巴肉很细哦，而且它没有刺，只有骨头而已。加奶奶用钱，加五百块钱免开。五百块你食不进。每次讲到这个鳕鱼刀，我就要讲跟你们讲怎么用。开四百，来三百，我先交出去。我只包起来用烤的，来三百块。撒点盐巴，就前面往帅炒车三百块，撒点胡椒，要求给侬开撒点意大利香料粉，来三百块，来帅一刀，来交头前面来三百块。来，我先丢台，再说一次哦、喔。来，弄我的。用你脖子包起来，来里面撒点胡椒，撒点盐巴，来三百块，撒点意大利香料粉。来，给你，来三百块，阿舅来一点，叫我弄。试试看。是的。你先冲啊喂，你先搞点弄到，来三百块得。谁叫你？嗯。他打没得呢，来最后一个帅头得三百块来。整个吹吹的做起来，来三百，够两毛币的吧？来三百块，多少啦哈？好啦，烟刀一个上去的，好啦，今天我那个上回来三百，最后一个人给雪姨掏得拢完哈，来感谢您，我你不搞呐？有啦，要几分呀？我搞到几分啊？啊，哥未开了哦，啊，我未有到小品价位啊。来，我们吃花枝手卷，哎，陈家良，第二天的，我先会放掉，好来，春家俩不干哈，几瓶吧，今年啊，一个人拿20条，来两百块来花枝手卷，做好吃。台湾哦，过年节哦，大家来几乎拢爱买，因为这个很好吃，而且方便。我们一边真正季节拢在，而且你老气炸锅都简单，气炸锅起来就好啦。来，我们再来4条哦，这8条一百，里面一百10条、12、13、14、15条一百块。做好价，来四个客人而已，来拿钱100块给我，给你20条好了，来一百块。四位而已哦，四个客人而已哦，卖完就没有了，因为这个已经剩下这边了，来一百块来。好，安尼无，明仔个一个无，四个客人，拢明仔剩难酬。啊，伊也退，伊也退，我唔知。嗯，小妹比较好，伊也退，四个而已。哎，因为20条会当休息的，你收我未啦？我试过了。他们1、2、3、4吗？呀，还是要早起啦。鱼鳞板买好，帮朋友送去台南。那个鱼鳞板是帮朋友买的。哇，怎么那么好？我比你呢，你是先过来话是吧？啊，无物件你要比伊嘛无效啊。你就过啦。好，来，来，蟹味棒来了。大家带处理一下哦，来，一支30块，来，七支，200块完成，我10支哦，你帝王蟹棒，来，今年啊，来只8支，只10支，200块来，你可以要加买几份啊？10支200，再个5支请你，15支解冻就很好吃了，来200块而已，帝王蟹棒。15支你吃哦，来200块来，15支，这个不用考虑那么久，1支30块，啊，15支未死啊，未你200年，来200块8支，来12支，来15支，来200块烧味棒，帝王烧味棒，哎，这今仔日是啊，较会较少人点茶啊，我袂安尼有够爽的，大家来拢买买，来做好吃，解冻就能吃了。来200块，这边一个炒虾仁，来10支，10支来10支，来15支，来炒虾仁都不无啊，来200块，这卖虾仁无人敢卖啊，足贵，人工足贵，来7支，来10支，来15支，有没有炒虾仁到底啊？来，我拢未记这三边哪一件两个字，来帝王蟹棒200。龙王哈，好，谢谢，来干杯来咯。这啦，这杯有做只，今天我问你。无同款哦，杯的形就无同哦。要用煎的啦。爱用煎的。来，有要吃干杯来。我今仔干杯拢爱袂化。
来一斤啊四百，一斤啊三百只，头家无伫的，我头上一斤啊来，有要食一斤啊来三百块，三百块来元干贝，用煎的用。煎两三四个人下面都来元干贝三百块来。但只卖一斤啊，哎帅哥，感谢你相信我，这一盒卖你三百已经真的很便宜了。我今日恭维人，恭维爱正维，你卖一斤啊，我送你一斤啊，来两斤啊下对，不是五百哦，来三百块来。两盒都给你三百块，来个 K 卡元干贝，我打开弄巧双拐来三百块的，就用煎的，用炒的，你包括你要用烤的也很好吃。哦，阿弟也被猪藤买晒，我今天这百搭，你别按照猪笼而下，煎煮炒打都很适合。来三百块而已，元干贝最后三位了，两盒哦，两盒三百哦，不要再看了哦，来三百块最后三个人给弄准备了哦。我阮姐即马甲听着，我咧袂使。不来较紧啊，到尾啊拢有认真啊，你得来三百，最后两个人给元干杯，来都拿到了吗？都有了吼，好谢谢。以你的名头请，大你也袂买着，无啦，你要请 ，OK。来，飞机电脑我来，大装备好不好？别头个一箱咧，无啦，把箱子我甲你讲成笑咧。哎咧，我做系搞咩鬼烧咧？啊，不过唔通啊，烧车。大哈，鲜虾云吞，顾名思义就是里面有虾子。做一下，一条十条，百二块，然后要吃两百块啊。两百。两条哩。伊也是卖你两百，一条都吃哩。太好挑。小卷。哇，恁大家拢买会着？这两条卖两百百五。一百块啊！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你大家拢买得到。对，你买一百两百。对啊，帮朋友买新产物。这把价贵，拢买两百。你把价说不定还帮朋友杀好。一百块，新鲜鱼腿，煮汤煮面煮火锅都是。说不定还帮朋友把鱼杀好，送过去给他。我恁七姐啊，怎么有这么好的朋友啊？一百啊！你那天出来联系一下，老板，我恁七姐啊。两百给我，不要紧，那一百块，你大家拢吃。这里在新打港，鲜虾云吞啊，云吞一百块来，云吞。新打港哦，每个礼拜六、礼拜日的下午一点半，来，每个礼拜六、礼拜日的下午一点半。大的，这几来，加龙五，加龙五。来，最后一个龙。然后你Google地图搜寻新打港皇宫黄。Google 的地图搜寻。来，最后一位一百块没有了，就知道我们在哪里了。到底是不是几百？四百啊，三百。啊，我搁收一百，不是两百。嗯，好啦，好，你讲。小卷。来，算你上面借来一千块完了，来小哥啊，起来画画。水无？漂亮无？最帅哩，有够哦，水无？到底无？我讲真诶，我卖恁一千块哦，恁会变美女。因為我袂作秀啊，三台六百块，唔免六百，我无五百块来招钱，要来算你，来五百，都头家要来啊，头家要来，这台搁开着，来五百块四台哦，大黑鳕鱼又好，五百块四台，五百你买袂来，来蛋子搁加上一台，五百块得，啊，搁真正有人蛋子，四台五百作秀啊，好啦，来啦，搁加上一台，来五台哦，你来，好。整点了，整点了，我们来广告一下。刚才有人问我们这里是哪里哦？来，我爸，第一次看我们直播的，来看一下。想要过来的，来，我爸，不知道时间地点的哈。来，是点我爸米店。我看一下左边的扛棒，左上角扛棒有没有看到？五百块，新沙港黄中皇，看到哦。来，我爸，我看到新沙港黄中皇。来，三片，妈说个。打开 Google 的地图，输入这六个字，新沙港黄中皇。来，我爸，好安拢关了哦，帅哩。然后 Google 地图就会把你带过来。小树也够，里面有做定位在这个位置。那时间的话是。每个礼拜六、礼拜日的下午五点半开始。大叔，看你要来闪去。好，这个清明四个客人不用等，来五百块给我。年假，谢让给你。年假的话都会在这边。年假的话都会在这边。平常的时候是礼拜六、礼拜日的下午一点半开始。OK。来，我爸后来，恁两个人隔壁来，今晚请我恁来。我爸后来小哥，来五百块来哇。那个蒙蒙家蒙娃蒙贵的人客呀，水的人客啦。来，小哥哥，我来。我爸后来无搞啊，我要求，呼呼，水哦，哦，赞哦。好晕哦。来，小哥哥来，哦，你是咧创哪货？开始
是你干嘛呀？口音的问题很多哎、欸。来，口音有好多，口音有好多种可能。哦，你家。来，我找个包。哇，要收超漂亮的。出几嘞？来，我来看大细会，家里免烦恼。来，我爸过来，来，这上爸爸了。几个？不能没有。我叫你管你吧。多几个？多几个？好啊。哦。来，三百米就进来，哇，哇几个？好小到水。弹掉啊！那个天生啊，弹掉啊！好有天分，好有天分的方式。一种头来，阿妹假爸说台糖海苔芝麻螺丝，有一种头是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。5月19号，来我甲重点播一听，有一种头是飘啊，真正好食，偷开就当水食，啊不用冰的，一人一罐350，不用300块，你买不到。5月19号，林金竹办好完，你要几罐冰呢？不一样。这恁网哎大哥好，这恁网路家里拍，恁就知影我无改变啦，100块啦。哪有？原因有。我查你有咩问题？你若有出面头尾好朋友，你会当送一下。全凭神经元。还是无可能100块买一只，不可能100块买到这一瓶。没你有事证。进熊秀，我查人卖200块。哎呦，啊他们自己卖300。良性资讯。来，我卖你100块。良性资讯。5月19号，听好。掏钱。哦。来七八红，好几种问题，这要恭喜你，头晕要做全身心的检查，才能找到原因。来吧，说七八，走开啊！走开啊！来吧，灯数的话，灯数的话是属于好吃好不好吃啊？平衡感的问题，好不好吃？灯数应该是平衡感的问题。我给你功力定头，来七八了，哇，好不好说？我讲完了哈，好，谢谢。未歹啊，欢迎的未歹啊，而且领导也拢无欢迎的，阮家也够欢迎。来。成功嘛，阿公叫大家听康南。成功嘛，一克啊八啊，我三克啊五啊，啥物事？对啊。美女啊，我来200块啊，都成功嘛，等于炒饭炒面拢好吃。广播。四克啊，来5克啊你啦。要啊，卖公美女洗白来200了。5克啊，5克五盒200块，真的好吃又便宜。对啊，所以最后两位了，没有血管漏了，赶快。头一个症状。来5克啊，你200了。来，安尼春节啦，给你买的话要做，就要写到挂面不？医生会给你做最后的诊断，说你应该是什么原因。来，来科花鱿鱼，卖完了。陈明伟卖完了，没有了。来，挖皮亚起来，要毛豆明天好不好？我等一下下班马上去九如班，我水来九如班哦。阿米哥，阿米亚在家给对啊。来，别讲科花鱿鱼，四个客人，这个最好吃、最方便，小朋友都会煮。这免水单在水里咯，这你单听一个水，免想这你要吃偌济吼。你若量较少，你听细声水，水滚了，你要吃鱿鱼花超贵，水滚了，淡的汤汁都更加好看。啊，然后冰个如果用冰感觉，足脆。一只温酒醋花生米，温在吃都配饭配烧酒做一杯，300来200块。科花鱿鱼有没有吃？来200块，一人一份来。科花的鱿鱼200块，不然没银钱哦。不然没银钱，你是给这我充啊？妹妹，来挖皮啊来！这个鱼超好吃的哦，没有吃哦，而且是野生的鱼哦，超新鲜的，真的漂亮。这比八只啦较贵哦，这比八只啦，近八贵啦，八只啦足贵哦。但是伊这因为是比八只个贵，因为它的量很少。这个量，你啊量足少，来300块两个人买买就，不用500，一人一份300块了。来挖皮啊！这个怎么煮都可以，你可以煮汤，你可以煎，你可以红烧，包括你要清蒸都好吃，因为它的肉真的太嫩了。这海产蛋爱较大间，跟到我这一样。白带鱼有吗？白带鱼今天只剩下中坡诶，没有整只的。我知道你好像喜欢中，你好像喜欢整只的，对不对？中坡可以吗？白带中坡还有吗？你干脆这两盘都买一买，再300，再200，再100给我就好。看起来你花钱很干脆，你干脆我就直接好不好？都给你了，你是你动这花几多便宜啊？动这会就好乖啊！哦，你要看，看这边，唔甘愿家己插旗啊！你家有银鬼哦？来北大村家来边，哎，小姐赶快来，没有白带鱼了。白带鱼这边，500好不好？都给你。
这就是白带，不用不要了，四百就好了。你讲不用那么多量，你讲不用那么多钱，就四百就好，不用那么多钱，就四百就好了。哎，你讲不用多那么多量。我讲伊做干脆，我就青菜啊，你是。恁家里啊，二姐啊，尤其是咱的好朋友啊，哈，来，你吃鱼皮来，两百块来。你无饲的哦，一包一斤，一百八百。你买两包，一包搁三米，来两百块，两包是三五，来两百两斤，来两百块嘞，来小朋友哦，这煮汤没有吃，非常好吃，来最后一个人给一杯两百块啊，乖，你买无？你有买着一杯啊没？来最后一个两百块啊，来存一包八百，八五好，马上卖，来一百块。